就像刚刚珊珊谈到那个事情以后，是那王金平讲话跟我们讲心情一样，就是大家都有很强的无力感。其实刚刚珊珊讲那件事情，我正好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会发现到说这个社会其实问题非常非常多。对，那所有的部分，王金平讲的话，也觉得在国民党那边他讲的话有什么多大意义呢？就是无力感很强嘛。其实你看公务人员哦，有那么多，严格讲政府的效能跟几十万公务人员是连在一起的。可是我们绝大多数公务人员都是为了铁饭碗去工作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跟公家机关打交道会有很强烈的无力感，因为他多做一事不如少做一事。那我真的跟公家机关打过交道，你交代他做一件事情，他说他做了，他做的就是形式上都做到了，他不会想去敬业。所以我这边讲说，价值观很重要的原因在这边，就是说如果每一个公务员都能够敬业，比如为什么讲说八仙晨报的时候，假设那些公务员都很敬业 ，SOP 早应该有了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讲说，可是我们在骂这个社会的时候，骂这个政府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说，其实很多老百姓只要找到自己的工作，只要能安分守己，只要不违法，他不会想多做一点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社会嘛。所以社会的每一个环节，比如任何一个人来执政都一样嘛，他一定要靠几十万的公务人员来做事情。是同样的道理，王金平讲这话也一样嘛。王金平也只有一票而已嘛。如果所有的国民党现在都无力感那么强，像刚刚珊珊讲那个所有事情，谁来接政府？我相信这个问题仍然存在，就是说机关跟机关之间没有连结，每个公务人员只是各自为政。不是现在网络都很顺，电脑都很方便，打起电话就可以。那是要你想做，如果你不想做，我干嘛要这样做？像我有一次跟那个教育部长，有个教育部长，我跟他讲说我在做一些品德教育，我说台湾现在的品德教育都不喊口号，其实我们念哲学、伦理学是我们必修课，都问人一辈子要怎么活比较精彩、比较有价值，然后用这样去谈会有效。他就说好，那我帮你找我说我可以帮你培养一些老师，是，他就交代下去说，我们找火旺老师来帮我们做这个品德教育的那个种子教师工作。结果他们下面承办人就上网公告说我这么活动，然后有没有人来他不管了。所以我后来就很生气，我说我一样上课，你们政府花一样多的钱，可是你却不愿意要求每个学校至少来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每次来上课只有三四十个，当然也算不少了，可是我觉得真的是浪费我的时间，你知道吗？我每个周末花四个小时去上这个课，每个周末哦，一共上了十六周，结果公务员他们做有做啊，他就照教育部长指示就上网公告嘛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每个公务员讲说哦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我们应该想办法去推动，去说服各校老师或者说服各校训导人员来一个，那我们就会不一样嘛。所以其实每一个公务人员只要他尽一点点力，甚至他多花一点心思，我们社会就不一样。火老师，那我再继续请教你，这是我其实早就已经复制在我电脑，一直都没拿它谈，但是我看了其实心里有一点点难过。这是宜兰县政府和教育工会哦，最近有一纸团体协约，除了要求一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八个小时之外，寒暑假只要返校两天，这个是变成合约了哦。所以暑假进修就没有强制了，放假两个月请返校两天，就你说的，其实他们说反正老师算啊。可是我们来看一下、哦，这是全球的，加拿大是要求哦，就是你一定要每年根据你的这个就系统性的专业呢，还要换取新的教师证哦。意思说你每年没有增加新的这个系统的学习的话，你就没有新的教师证。美国是分3到6级，需要达到一个标准你才能升级哦，而且还要求有课程学位。芬兰、新加坡、日本，好，我们说中国哈、哦，中国教师分成4级，必须不断进修，增加专业知识来提升。但现在我们的教师是没有规定的，我就问一件事情：有人忙到去找不到工作，有人却说我当了老师，我只要8个小时，我暑假就不要进修，我们学生怎么办呢、啊？哎、欸，这跟你刚才说的，从教育部长都这个脑袋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讲的没有，教育部长倒没有错，只是交代公务人员，公务人员这样做。我现在讲一说，其实以我自己来讲，我其实早就讲过，我不到50岁我就免评鉴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有个规定，你只要学术论文达到什么程度，你就可以不用评鉴。我不到50岁，我其实就可以躺着干了。我没办法把我赶下台，可是我为什么讲说我27年从来上课不迟到不吵队，从来没缺过一堂课，就是一种敬业的精神嘛。我觉得敬业精神是对你的社会负责，对你自己的生命价值负责嘛。刚刚春喜讲说你要做一个创造天堂给别人享受的，那别人为什么不能享受？你当然可以享受我创造天堂，但如果你只做一个享受别人天堂的人，你的价值就变低嘛。所以我说你要想办法提升每一个人的价值感。觉得那为什么会有价值？如果是价值感，为什么会有这张内容？今天我并没有谈这个议题，因为刚刚这个火旺老师谈到的就是所谓的道德感，我才有准备这个资料。其实我这条已经放，
哎，怎么？我记得以前我爸爸是老师，他暑假的时候还要回学校，还要帮忙学生进修，而且每天要上班呢、啊。哎，对，是每天上班、啊。现在只要返校两天，然后退休一年可以领六个月，一年可以领一个月可以领6万块。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现在看到是一群人永远找不到工作，薪水2万块，有的是考上老师的时候，哎，他日子过得很好。而且，哎，我当然不是对宜兰县政府有任何批判，而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出现？这是不是整个道德观念全部破裂？教师就是等着退休金吗？是这样？哎，我这样讲很难听哦。我怎么不知道插一句？因为伙伴提到我在跟你对话。比如说你刚才讲公务人员，就完全同意。可是我因为我干过公务人员，我当过长官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说他们价值观有问题，他们不想，没有那么糟。台湾的公务人相对都是比较保守的，没有错。但我告诉你很简单，因为他们多做多错。那没有一个长官说你们放手去做，有事我负责。你看看你现在你们的头。就是这个德性，那不是有时候都是道理吗？这个道德先从上面，下面是权力观，不要纯粹只讲道德，讲利害，讲权力。OK， 在一个现实的利害权力关系里面，很多的道德都被折磨光了。你真要找道德，先从有权力的要求。来，那春季老师，今天如果春季老师，那我做首长讲说有事他负责，下面就会冲。那春季老师，我再请教你，如果说真的是照他的逻辑啊，只要上面。道德差一点，我们社会都垮了，都应该。那这怎么回事？这种事，那这怎么回事？哦，现在公务员他这个，我们叫他做事情他不干，但是他却哎，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哦，甚至连长官、民选首长还有50个人，哎，怎么样？他们拿到一份工作的时候还跑去兼职哎。那如果这个就具体讲，怎么容易这么多兼职？他的长官在睡觉吗？为什么他的长官看到下面有兼职可以存在？那如果这个长官对下面有职员兼职不弄，这个长官上面要有长官啊？我的逻辑已经破乱。今天我的长官的上面有长官，那长官如果没有道德，再问上面那个长官。当然，只要第一个人没有道德，大家都可以。蛮重要，不，大家都可以烂，没关系。所以如果总统不是很有道德，我们大家都做得很烂都没关系。哦，作奸犯科也是活该，应该。你不要把两个颠倒，我是告诉你的逻辑就是这样。只要上面的长官没有道德，我的一部分逻辑是这样子，因为掌握权力的人会控制下面。他如果上面有担当，下面就认真做事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刚就是刚刚跟叶云讲说，如果我们已经面对这个样子的时候，大家该怎么改造，该怎么办？但是你不可以倒果为因，最上面的长官有道德，你不可以倒果为因，就是下面公务人员怎么？我们先进个广告，等我要请教夏林晃哦。像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势，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哎，我们刚才谈到需要公务员，公务员跑去兼职，然后我们想说啊，这个学校老师你多点工作，多点学习，就现在说啊，我不需要工作，哎，这样，但是却很多年轻人现在连工作都没有，而台积电竟然一家好的企业就要这样消灭掉了，我等我听看林晃怎么来谈谈这个情势，到底台湾的公务员有办法更改吗？我们进个广告。其实刚刚讲到这个我们的公务员，我觉得也不是说公务员很懒惰，而是因为公务员他们所接受的训练叫依法办事，所以只要有白纸写黑字的，他就一定是照那个，他不会转弯，他也不敢转弯，因为他万一出事了，他可能会。我刚刚讲那件事情根本没有涉及到法律的问题。对对，那也许就是脑筋比较僵化，他就是反正我60分及格，我干嘛考100分？就是这种心态嘛，哦。那其实我也碰过那种公务员的长官，没有违法，但是可能你照程序走，可能要做很久。但是因为这件事有急迫性，这个长官直接跟底下承办人说：“你签上来，我批。”哎，出事我负责。哎，哦，有没有这样长官？有这样的长官，可是可遇不可求。那刚刚讲到很多的，比如说这个老师日子过得这个太轻松哈，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军工教育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他没有好的退场机制。记不记得之前考试院说要打丙等，对，说3%丙等，每年3%丙等嘛，然后连续不要几年就淘汰嘛，对不对？后来呢不敢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不敢得罪公务员。所以台湾的公务员基本上你只要考上。你想走都很难，就基本上没有一个机制可以逼你走。我简单讲是没有一个机制可以逼你走。那郭冠英都可以回来啦，哎，对不对？是，都还可以领退休金啊，黄世明也可以领退休金啊。对，所以为什么台湾的公务员他没有一个淘汰机制之下，他没有竞争嘛？没有竞争，新的人补不上来，那老的人就在。